好，为了落实部落的各项业务，吉安乡公所在之前就办理了113年度妇女干部聘任暨年度的活动，特别是由乡长游淑珍是亲自为妇女干部以及顾问是逐一的受证，其实未来能够圆满部落各项的事务推展，来成为头目公所以及乡亲们最佳的得力助手。为落实部落的各项业务，吉安乡公所在日前办理了113年度妇女干部聘任暨年度活动，特别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为部落妇女会长陈美玉、总干事蔡爱芬等39位干部及32位新聘顾问隆重公开受证。我们相信，在部落里面，妇女姐妹来协力头目以及各项事务的推展，部落记忆的一个氛围，更在我们没有看到的环块，以及最直接的一个服务工作、劳务也都来做，尽心尽力的协助。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感谢长期以来部落妇女无分工作的选项，到位的协力部落的推展事务，这是一份非常艰辛，也是一份非常神圣的任务。我们希望获奖的聘任的妇女姐妹能够继续的协力部落来做各项的任务的圆满，更达成了四姓移居传承文化就在吉安塞责任。吉安乡阿美族人口数约1.2万人，分别居住在19个部落。族人透过记忆研习与文化传承工作的推展，让传统文化得以代代相传。而公所也表示，未来将持续与部落共力，创造代代文化发展生生不息。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